垫脚，然后这样走，是让自己伸展出来的。早上起来最好的动作是这样。那走多久？大概一分钟啊，但30秒一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来由上而下，由上而下软哦。那头看你要不要有，头是要这样，这样转一下，然后或者手呢往前抵它呢，是颈啊，就是最颈部，然后往后左，对，就是右边，然后左边，哎，就是你的颈筋、手筋互相抵消掉这样。那这样的目的其实也是让你颈椎啊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胸部的运动，那就是手，应该大家很熟啊，这样，对啊，转身。做多少次就看你时间，时间够就多做，时间不够就不要做。好，完全没时间不做没关系，反正是没有说100%必要的。好，然后有一个是拉。拉你这个大背肌，就是这边，应该看过吧？王建民常常弄这个动作，这样拉，然后拉到紧，你的头不要歪，往前面，然后下巴能碰到你这个，对，所以头要往前，好，然后大家这样动，3、4，然后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。好，上半身差不多这样。好，那再来腰部，腰部就是有旋转嘛，大部分都会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稳往下，2、5、2、3、4，来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。我在教另外一个动作，是比较外面少看到的动作，就是要拉。现在都不会受伤了，改天你们跑得多的话，屁股后面有两块肌肉，那个叫做梨状肌，这两块是跑步的很容易受伤的地方，所以我一般会拉这两块肌肉。但这两块肌肉不好拉，好，所以我介绍拉滑，先往后仰，往后仰是。拉脊椎的肌肉，这两个是后面的肌肉，然后这样拉，然后大概拉8下到10下就好，就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不容易啦，因为骨头会硬，强拉就好了，这样不要太勉强。我看老师也挺胖的，那柔软度。